我覺得食平咧，你冇咁多要求，同啲嘢食一分錢一分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丸子啊，我係大白子啊。今日我哋嚟到呢度係邊度啊？呢度係。喺一個南西角啊，附近嘅有一間叫長玉茶樓啊，英式茶樓啊。咁其實啊，就咁睇咧，我就唔覺得佢係一間茶樓嚟嘅。啊，我知啊，佢有少少似外國唐人街嗰啲自稱茶樓嗰啲茶樓。咦，原來我哋去咗唐人街啊！今日我哋嚟到呢一個叫做咩啊？長玉茶樓啊。咁話說我上一條片咧，咪講到話我想去食點心啦，於是乎其實都有啲好暖心、好熱心嘅網友就留言話俾我哋聽邊度有一啲點心可以食啦。咁點解我哋揀呢一間呢？因為我本身覺得啲點心有啲貴得滯，咁而呢一間我覺得個價錢係接近香港啲嘅，即係對於我嚟講係 affordable 啲啦。咁但係大家都可以見到啦，咁佢個環境就其實太似一間茶樓嘅，似嗰啲。茶餐廳即係比較凹凸啲嗰啲茶餐廳多啲，咁但係因為真係好想食個點心啊，於是乎我哋好期待陣間嘅點心。咁呢度可能個裝修咧就唔係好茶樓嘅感覺，但係咧呢個隆重嘅儀式就有呢個茶樓嘅感覺啦。就咧我哋每次去飲茶，其實佢都會或者食嗰啲叫咩啊？大排檔係大排檔啦，都會咁樣去洗一洗啲杯碗碟碟筷筷筷子子嘅。其實我哋去茶餐廳嘅時候都會去洗下啲餐具嘅，係咯，因為呢間茶樓咯，食啲點心可能個價錢係比較優惠嘅關係啦，咁佢真係會有啲好懷舊嘅感覺啦。咁如果大家係要食埋佢個環境氣氛咧，咁呢個未必係一個。理想的選擇。首先是免收加一啦，仲要茶位都不需要嘅。系咩？呢度唔使茶位？系啊。系啊，香港飲茶要茶位。系咯，而家茶位起碼都十二十五蚊噶啦。唔系5蚊一位咩？你系咪好耐冇饮茶？系啊，都系5蚊啫。15蚊啊，好似定系12蚊啊？唔系啊，真噶，我冇呃你啊，我吓吓啊，有时睇嗰啲嗰张单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要虾饺。系啊，我要虾饺。鲜笋嚟噶。好啊。你要烧麦噶？你都要噶嘛？系咪？佢唔会系鱼肉烧麦嚟噶嘛？真系沙啊！嗱，真啦。咩啊？个壳肉分嚟，睇下。哎哇，好得意喎呢个咸水角。有盖啊。哦，你試啖先啦。好，有啲擔心。係啊。係咪鹹水角嚟噶？味道係 OK 嘅。OK 嘅。佢係個樣子怪異啲啫。佢都係脆嘅。薯片。薄脆咯。跟住平時嗰啲香港食咧係厚少少嘅脆。呢、這個好似 pizza 啲薄脆批啊。哦。資深薄脆批試嗰啲。唔係啊，好濃啲蝦米嘅味道都好蝦米啊，係 OK。手煎蘿蔔糕、燒賣、蝦餃、走掉的大包子、孤獨的小丸子。誒，你這個是什麼？我聽完佢講，我都唔知係咩嚟。係啊，我問佢係咩嚟㗎？咁佢講咗啲咩咧？醬咁啊，應該辣椒醬，睇佢色水應該辣椒醬，蒜蓉辣椒醬。啊，對。好啦，謝謝。咦？嗯，噔噔噔。排骨。排骨。蒸鳳爪。蒸鳳爪。哇！好啊。好。
好好啲熱氣蒸到個成個芒。嗱，整下我。哇！個芒全部都係蒸氣喎。嗱，香港嘅燒賣咧，其實係有分呢個傳統嘅豬肉燒賣，有陣時有啲茶樓會加啲蝦落去，或者啲咩蟹子啊、蟹黃啊，亦都係另外咧，你喺街邊食到嗰啲其實係魚肉燒賣嚟嘅。which 我係唔食魚肉燒賣，因為我唔食魚嘅。冇 feel， 好似冇乜表情咁喎，你麻麻地啊？佢係香港嘅豬肉燒賣，即係燒賣。冇反應喎你。係咯，即係我冇平時食到嗰啲點心，咁我試埋個蝦餃先。哇，好特別啊，佢發涼手。誒，同埋咧，我覺得最不同的地方去翻呢度，佢個蒸籠大啲啊！香港蒸籠是用嗰啲點心紙啊，嗯，呢度係卷緊鐵片啫喎，同埋係咯，佢細啲個蒸籠。蝦餃咧就有啲台灣味道，你識台灣味道嘅蝦餃？佢因為佢加咗啲蘿蔔，整成蝦餃，咁個蘿蔔咧整咗個底咧有啲蘿蔔。蘿蔔唔食㗎，就佢濕咗我啊嘛。哇！咁佢就一個合格嘅蝦餃，佢有蘿蔔糕啲啊。香港食蘿蔔糕嘅時候咧，有啲人會點 XO 醬啦，有啲人會點甜。我唔知道啊。啲人就頂辣椒醬嘅，都係蒜辣椒醬。好辣噶喎！你點咁多？冇辣啫。我點麻醬嘅。好奇怪嘅食法。咁個腸粉係咪要問下佢啊？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，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，一起來投稿吧。你没有抽的话，里面不要了，是不是？你没有抽吗？你说抽的话不要了，刚刚小九哥给你的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吗？不是。啊，马上让你。哦，好好。加广东虾仁吗？虾仁，虾仁你好吃啊。你不喜欢虾吗？叉烧。山东煎饼好。谢谢。我听唔到佢讲咩。得士呢个排骨嚟噶，佢嗰排骨养几排骨？嗯。问噶，即系唔系话都挑黑。很好吃，但是有一種感覺在這裡，那它也不是不好吃，就是很 average 咯。我吃扁鴨。 OK， 我覺得它中國來說的東西都是差不多，即是你不會覺得它超好吃，但你又不會覺得它難吃。謝謝。不好意思，先買單了。好吃，我識佢有葱，我唔食葱，我亦都唔食芫茜，佢都有芫茜。但係其實佢呢個腸粉如果冇咗呢樣嘢，我會覺得佢好食。好，頭先好鬧我，你咪又唔識教。我試腸粉。O K 喎，係咪薄皮啊？我覺得腸粉最好吃，我覺得這些是 average， 我覺得腸粉最好，即是它有一點台式風味在裡面，是嗎？嗯。Honest 的總括。好啦，吃便宜的，你沒有那麼多要求。這間是一間平價，和東西吃，一分錢一分貨。那就，我會再試下點心啊，雖然貴。咁我就覺得咧，係咯，佢好 average， 佢真係佢嘅 average 在於佢連個價錢咧都係同香港普通，即係你行入去嗰啲乜點心嗰啲係差唔多價錢嗰只啦。因為台灣普遍啲點心貴啲啊嘛，咁所以相對上嚟講佢叫平啲嘅。咁但係如果呢間鋪頭係喺香港嘅話咧，我應該就唔會翻到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因為台灣冇其他特別差唔多嘅選擇嘅話，真係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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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食點心，可能都會啦。咁但係我會甚至發覺咁多其他我都唔食。好啦，中意我哋嘅影片嘅話咧，就記得幫我哋分享、訂閱、按讚、留言，同埋記得 follow 我哋 IG 啊！
英國嗰啲唐人街食嗰啲點心就係差唔多呢種味道，即係好一般嘅。拜拜。喺紐西蘭做過三日茶樓，跟住做完之後唔夠膽飲茶嗰啲茶，佢哋戴住嗰個手套執完呢啲紙巾同埋呢啲嘢咧，用一隻手攞翻茶葉抌落去，沖熱水再出個茶，都好核突喎！咁你紐西蘭啲好污糟喎？唔係紐西蘭，呢個純粹嗰間鋪頭嘅文化就係，覺得我好慢，因為我執完啲咁要洗一洗手噶嘛。我今晚咧，直接嚇。咁你咪同佢講咯，話好污糟啊！唉，算啦，我做咗三日都吃飯唔到啦，你咁低人工。啊！做咩事啊你？翻什麼？跌咗電話落地啊！